想要吃黑尾鱼，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屏东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跟宜兰县长林姿妙组成了新宜连线，推广宜兰新鲜的黑尾鱼，还有特色海鲜。新北市则是邀请大家到渔港走走，呼吁民众别再宅在家中了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希望能够冲出民众的买气。带着我们的渔船渔搭乘观光小火车缓缓进站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宜兰县长林姿妙共同推广南方澳的黑尾鱼。哎呦，有声音呢！大口咬下，好吃到侯友宜就连掉在桌上的也不放过。新北市帮忙推销宜兰县农产品，也鼓励宜兰朋友来新北走走。产品、农产品互相交流，互相呢，哎，当讲来行销，安尼呢？一加一大于二。新北市跟宜兰整个沿海线都连在一起。新北市有28个渔港，宜兰11个渔港，满满都是渔货量。美丽的渔货以及看漂亮的沿海线，好好的享受快乐的一天。侯友宜推广新北特色渔港，打造新宜连线，送出好康。只要名字和新宜或是宜兴同音，可以在渔港享有优惠。两县市大家长呼吁民众别宅在家，一起到宜兰、新北游玩拼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